提到济州，大家会想到什么？大家会想到石头、风、女人、石头爷爷、油菜花、柑橘等济州的美丽自然和风光吧。这次您看到的作品是21号作品 Natural Wave， 具有自然的纹路之意。据说把提到西归浦就能联想的图像作为作品委托给了40名首尔美术大学学生。对西归浦的风、波涛、花等一提到西归浦就能联想到的构思进行了形象化，通过接受这些才艺捐赠，把作品的一部分和作家的绘画作品诞生成为一件新的作品，并将其立体地贴在墙面上。据说这件作品作为主题的是事物被风吹散的形状、波浪、花木的纹路等在日常生活中不易接触到的自然纹路。不知不觉之间，艺术就把原有的粗糙楼墙装扮得既柔和又亲切。